老鼠贪心啊，老鼠带那个 EC 技能很贪心。哦，这个盒子不会玩呢、欸。啊，预选和尚我就不会玩了，不要再预选和尚了，好不好？预选和尚到底？到底，对，一选和尚到底，哎，一选铁手，跟你讲，这不会玩啊，这一选铁手，哦，你说说。对面是抱着怎样的心态一拳解手的？吃到了，玩到了，厉害了！哎呀，谢谢我们的摩登摩登摩登斗内啊，谢谢你。没有了，我在教你啊，我跟你讲。这是一种手感，因为现在环境是长这样子，现在环境就是不是一边潮汐的环境，现在是一边魔化黄腐神，你就是先把魔化黄腐神编掉啊，如果没有魔化黄腐神，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处理，知道吗？看看怎么处理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了，知道吗？想一下啦，啊，我跟你讲啊，铁手加威不可能放这两只啊，这两只不会玩啊，那他87包就是抢这两只，我跟你讲，最好是边坦。而且他不是斯坦四奶，他是三坦四奶吧？好，对，他是斯坦四奶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编这个，我们先编这个，然后我先选奶，不会玩的，不会玩的，我只会选奶。现在好，现在环境就是一边坦，哎，不，一边魔化防古生，然后还有真硬的，这两只角色不太能放，知道吗？不太能放。啊，只是不太能放而已。你真的放出来，那就也没办法，知道吗？你真的放了出来，那真的也……哦，这个人选水九呢？也知道铁手加剑圣和尚的威力啊！哦，这个人好啦，反正呢，剑圣先不要放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哦。会玩呢、欸，不知道怎么跟他玩游戏了。这个人，因为之前就这样玩死对手。XDD， 这个人 ，Oh my god， 太离谱！怎么玩？教我怎么玩？然后又想跟他打 AOE， 我又打不赢，怎么办？打不赢，那我也知道，打不赢就加入，打不赢就加入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他等下选两只刺客，我就不会玩。哎，啊，真的，他等下选两只刺客，我就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打架了。还是猛。但是他如果选狐狸也是很麻烦，选狐狸我就，哎。选狐狸我也只能笑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强颜欢欢的笑，但是狐狸被我崩掉了。他选的潮气还可以，解手可以跟潮气迎战，因为潮气现在还是妹妹啊，没生病啊。啊，有没有？潮气还是可以一战的，真的，潮气可以一战啊，可以一战啊，都这样选了，他真的是，是死活，是死活。我原谅你，好不好？妈不能让，公妈不能让。OK， 公妈不能让。然后呢，冰坦不能让。那你强强所有的阵容都出来，这样子。然后两尾光环，两尾光环。
示过啊，曹青要追星矢真印不简单。但是呢，这个真印是四星的，好像很简单。我换你这边剑圣铁手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这真印只有四星啊，还要打，很简单啊。我只能先换剑圣啊，剑圣赶快先过去丢个阳痿啊，不然我会输啊，爆啊，输爆啊，真的是输爆啊。四星真印不知道欸，能否一战？你们觉得呢？他会带追星还是？仪态未难无氪玩家，只能抢先魂创了。哇哈哈哈哈！再加一个敌哟，怎么办？四星的话，曹追星下来，稳死没办法。怎么办？给他一个敌，给他一个小狐狸，骗骗他，让他一星。追星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骗他，让他追星我，好不好？追星，拜拜，让他一星。再来个古伦德。对啊，不要选古伦德，就是孬孬。选古伦德是孬孬，选小狐狸就这么决定了。你有种，你有种，你有种带追星，但你要吃我小狐狸一字延斩我，还是你要追星和尚，好不好？你选一个，给你选一个。不会玩啊，打这个东西真的不会玩啊，真的不会玩，太扯了。冠军，加油！太扯了，不会玩，不要为难我。真的别玩啊！我这个也是冠军欸，别为难我，为难。你好，要带着。带着会死的，上吧。他选择 A O E 一字和尚。那也只能给他 AOE 一次和尚啊，也只能这样啊。你们觉得四星和尚可以硬到哪里去？并没有。对，一星和尚，四星那个什么，这和尚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啊。剑圣我也没去稍微调啦，但是这个武尊太辛苦啦，不啦，我等一下就被追星干爆。剑圣魂创还会出事，真难受哦。知道吗？这真的难受，这游戏好难玩，这场真的很难玩。我没有在跟你们哭腰哭吧，是真的在哭腰哭吧，真的啦，这一场我不会玩啊，那好难玩哦。BB 上面就已经极度劣势，你知道吗？极度劣势。啊，他这带追星啊，兄弟们，你不玩啊，追星啊！哎呀，我这一万九的和尚要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追星，这下怎么？说说你们看看。开自动玩 ，P X D。哈哈哈！不会玩，不会玩，不会玩。阿弥陀佛！可恶，毛毛没看到我的讯息。我跟你讲，先把这只丢出去，丢出去。在最好的位置，真的就在最好的位置。然后小狐狸最后动，那这一个丢出去的话，要丢哪里好？曹青的威胁范围是一二三到这个嘛。所以跟丢到这个的话，代表没有，这个还是会站。
啊，不管。阿弥陀佛。那要丢出去，丢出去。第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丢一下火，先丢。克拉，恭喜你冠军啊！恭喜你啊！我什么讯息啊？我还在实况啊，没有看到讯息啊！好痛苦啊！医者仁心。人间有情，更胜天道。是，我只是来找你分享喜悦的哈。没事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离冠获得冠军的，恭喜，贺喜贺，贺喜。鬼市炼狱，此笔为点睛，来拼个死活吧。此笔为点睛，此笔为点睛。啊啊！走错了，我走错了，应该大火一样先的。对对，哎呦喂，我有物明远伤了，让他去了吧。真的很难过啊！我真的很难过啊，各位啊，真的很难过啊！这儿子烈士啊，就像是你拿着杰尼龟去打妙蛙种子一样的烈士啊啊！对啊，应该是妙蛙种子去打喷火龙了吧？对，不是妙蛙种子啊，我还没有进化，我还没有进化，特别难受啊啊！操嘞！啊操嘞！呀，小狐狸好像可以穿了耶！跳，我是这场投降，然后继续下一场会更快啊！啊，真的是拍胜啊！不上船。哎，好像有机会了。终于轮到我了。等一下，跳这边是走这两个嘛，打不到我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
真的假的？我再认真看一次哦。一二三四这一格嘛，他是到这一格嘛？所以他这边的话，我好像可以到这一格嘛。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我有机会了，过这个一二三四五，机会就在一瞬间。怎么可能六星？这叫四星争议啊！这叫四星争议好吗？四星争议 ，OK。人间有情，终于轮到我了。请问我要吃掉曹庆呢，比较划算还是铁手加油？你们说，这要曹庆好像才会赢哎、欸，不然我赢不了哎、欸。你们我头好痛，告诉我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择？拜托，快点聊天室投票啦！吃曹靖还是吃铁手下回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志祥，你决定。吃曹靖吧。啊，吃不掉怎么办？曹靖吧。曹吧。吃不掉怎么办？曹。曹。你们都说曹了，吃不掉你们不砸。曹。不砸。有天外飞星应该可以。啊，再来，我们躲哪里呢，兄弟们？左上啊。跟你讲，暴击绝对绝对不能躲这附近的、啊，一定是躲在这个玩偶附近啊！啊，那是躲这玩偶附近，要躲哪里是一些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很大的问题，动的问题。先躲这里，就这么决定，就这里。机会就在一瞬间，冠军跟败者就在一瞬间。今天你吃掉了就是你冠军，你吃不掉了你就是 loser， 你就是 loser。好，我等一下就把小狐狸救回来，救四鬼救，救起来。他刚刚是不是啊？有啦，他狂魔。我还在激怒而已。他狂魔，我激怒我弟弟，他哥哥，哥别啦，哥别，哥哥别激动，别激动哦，真的别激动哦。不知道拿迪欧来跟我换兵，别啦，别啦，迪欧别啦，好不好？迪欧，我们好好说话，迪欧，对，好好说话。鬼市炼狱啊！他先教铁手。鬼市炼狱，他先教铁手。狐狸，狐狸 ，come back，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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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ck。My love，my love，my love， 真来哦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先。阿弥陀佛，等一下。康贝特喝的维他命。摩擦摩擦摩擦地板，哪里好？严格、啊。这换位真的有够方便。往前两格，往前两格。啊？哦，不要了，下回再打。阿弥陀佛。Debuff。我就不相信你荆棘莲华可以把我的小狐狸给编掉，我不相信。相近酒 ，I don't believe you。这五星还六星了？啊，不可能、啊，冠军是六星的才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会怕，我会怕，怕爆了，叉赛了，这下怎么办？人家不领情，哎、欸，要生气气了啦，要生气气怎么办？
还打不到他，手短了。此笔为点睛。啊！怎么办？不能先补血啊，先补血会出事。出事啊，阿伯。啊啊！不跟你打。此笔为点睛。这么决定。剑圣冲去开金身卡位吧。才不要你！叠手打不到我啊，为什么要跟他这样？不打，打 B 才跟你打。才不要嘞！叠手下一回合手短打不到我了，不要理他。死灭要来找你咯。海东，才不要理他嘞。怕不怕不怕，我有小雪，我不怕。但是我还是很怕爸爸，爸爸，死灭之都是爸爸，哇，死灭之都是爸爸。人间有情，更胜天道。刚刚不要理由来吃我的小狐狸就是错的，错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大错特错，真的错到不行，真的这样不行，这样子真的。哦哦，我的狐狸啊，我的狐狸活了下来，活了下来，活了下来，就是一条了。天恩妙雪。狐狸可再战，狐狸恳求出战。麦照，让麦照，赶紧攻。小总，你不要撤回。一代机，没技能啊，打了也没用啊，人家都在护卫里面，其实是可以补刀啦，但是我不太想现在打他。剑圣 ，skin， 很帅，帅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艾利克，摩登艾利克，你怎么没有买我们的剑圣皮肤呢？这季的健身皮肤很帅，穿着丝带的健身，他好像是紫风，紫风融合了健身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健身的那个新皮肤是融合了紫风。男的不太想买，男的不太想买。阿弥陀佛，骑士骑士，这是骑士，这是骑士。哦、对，这是骑士没有错吧？这是骑士。犹豫中，等快下架再考虑吧。十轮空转。因为下一期有火皮是离忧。不要，我要砸你两发。我不要，要砸你两发。对，因为下期是离忧，所以男的就算了。哦哦，在场的都因为理由而不要买剑圣，是不是？不能这样啊！剑圣，好歹人家是一代剑圣哎，谁抽了剑圣后悔的没有？剑圣是如果三幻神可以更换名单变成五幻神，五阴众就是五幻神之一，真的。五幻神之一五阴众啊，害我好想排那个天地劫排名，真的。哎，我好想排啊！
天地劫排名给他更新一下。哎，这个人竟然留这一只，不是你当我傻逼哦？我傻逼。六根清净。龙的传人，龙才是本体。剑圣一路前行，哎，娘娘跑，点睛，天元剑气，跑不得，不能跑，知道吗？不能跑，等到跑，我踩。他不会龙泉爆发，所以可惜。为了龙这套，上次莫买杨玉环陶典比较喜欢皮千音的配音。为什么离忧被转过去左边？因为呢，在这个法阵里面呢，会召唤出一个类似……哎，和尚，这连剑都不要了。此笔为点睛，你不要了，我靠你两次，但是我没有单点睛，这剑圣的单点让我堪忧。堪忧是吧？哇，那也可以死灭之众，我来了，先让我死灭之众。鬼是炼狱，有和尚的话，他有一个脑洞的镜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讲。和尚为什么强？就是那么强，不要再解释，和尚就是强，两个字，和尚就是强。不对啊，和尚就是强，五个字。和尚就是强啊，他那个结界有分两种，你们知道？结界有分两种，一种是保护友方的，另一种是干扰对方的。死灭之咒，还有两种。死没有缺点。哦，狐狸被砸死嘞！我操嘞！和尚一个人有多重功能？这个人也太猛了，狐狸砸死，换我，让我来。哎呀，恭喜我们的摩登三根毛，晋级了中十二啊！